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王苑进。最近在整个全球的气候异常的变化，真的是看得令人相当的担心。特别是就在这几天，英国的北部苏格兰地区，它降下了暴风雨，这场的暴风雨也造成了多起的灾难的情况的发生。其实不仅只有在英国的北部苏格兰地区，其实连在哥伦比亚那个地方也是一样，洪水的灾情造成当地的政府还有包括相关的居民都赶紧的彻底的灾区的情景。其实除了在欧洲的北部以及在中美洲等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索马利亚。索马利亚可以说是年年的天灾，而且干旱还有饥荒以及内部政府还有社会的躁动不安，当地的饥荒还有许多的人道危机的浮现，也都引起了国际人道相关机构非常密切的关怀跟注意。所以每每看到了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以及饥荒还有这种水灾的一个情景，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心疼跟不忍与不舍。所以商人在早上开始的时候也特别看到了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民都处在受苦受难当中，我们大家应该起一份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以虔诚一念心共同来为这些受苦受难地区的人民共同来祝福。最重要的是还要能够把这份的祝福化为一份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画面来聆听上人的开始。在英国啊，苏格兰哦，那我们听到了苏格兰都会很有诗情画意啊。不过呢，看今天看到了，哇，好那样的暴风雨呀，也成灾的啦。还有呢，哥伦比亚，这是常常听到啊，哥伦比亚的这国家也不是很富有哈，但是呢，一年到头啊，常常看到了这个国家常有灾难，尤其是水灾，这个好雨成灾呀。的确，看着人民呐、啊，都是很无奈哦。尤其是呢，更惨的国家，那就是索马利亚哦。索马利亚常年累月呀、啊，穷人呐、啊、都是呢无以问苍天呐、啊。到底呢，为什么会生活在那样的国家？这人民不得安定，天灾偏多啊，穷还是穷。还是看到的饥饿的生态，真的很不忍心啊！这我们要帮助，都是但莫能助啊！因为呢，当地的治安非常的恶劣，而且呢，不知道要从何下手。这一次又看到了那样的干旱呐、啊，使了这种天灾难民呐、啊、往外逃难，这苦。还有就是就地的居民呢，看到了孩子那样的苦啊，实在是很不忍心哦。不过也有呢，自己能踏到的地方，所能伸出的，都可以看到了，很温馨的啊。美国也是很强有的国家，强富的国家，可是呢，穷困人也难免呐、啊，也看到了在大纽约啊，也动员了这样的人医会啊，去做义诊，许多的这种移民呐、啊，在当地呢要看医师，实在是很谈何容易啊！所以呢，慈济人呐、啊，
都会常常办起了这样的义诊。可是又看到了在苏州呢，从2003年开始，慈济跟残疾残联会呢都有合作啊，每一年都会在那里呢，就是合作起了这2000多位啊的白内障的人开刀哦，让他们呢开启了这个心灵之窗啊。那因为有这样的光明行动呢，所以慈济人可以接触到的家庭穷困人，不只是为他开刀啊，了解到他的家庭的困境，那就会呢时时互动帮助。所以同样在普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有的地方那样的穷，那样的无奈，慈济总是做不到的，无奈的双手伸不出去，那没有这样的因缘去帮助，能走到的地方总是有福多的啦。我们刚刚听到上人开示，对于全球普遍，不管是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于最近的天灾人祸，虽然都是令人相当的心疼跟不忍，但是呢，慈济人总是把握时节因缘，能够赶紧的来进行人道的救援工作。只要慈济人能够手伸得到，脚走到大道的地方，都能够把这份真诚的爱付出在当地，也能够把爱的种子撒播在当地，也是有福之地。我们付出也是有福之人，而欢喜接受的也能够从中启发这一份的爱心悲念，也能够从济贫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教育变成是一个富有心灵、富有爱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过去是教父济贫，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进行济贫教父的工作。其实我们真正的看到了，在历史上的今天，其实每一分每一秒，慈济人走过的路都是步步的踏实而稳健。例如像在新疆，在2003年的24号的时候，在新疆发生了大地震。在这场的大地震当中，当地的伤亡的人数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在那个时候，基金会的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副总那个时候人刚好在北京，所以上人也请他赶紧的就近前往新疆这个地方来进行灾区的勘察跟评估。黄副总听到说，其实虽然就近，但是实际上是非常的遥远，因为光算这样子飞机距离的一个航程，就将近4000公里以上的这样子的飞机航程。但是即使再遥远，但是慈济也有这份爱的悲心，还是一样飞越了千山万里，赶紧来到灾区进行相关的勘灾评估的工作。一年过后，慈济人为了当地的教育，看到孩子在整个校舍都倒塌的之后呢，在地上，在那个地方写铅笔，在那个地方学写字，所以慈济人一份的不忍之心。而且教育也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千百年大计，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援建了2所学校。而在那个地方，新疆可以说是许多的回教徒，大家看到了以来自于台湾、来自于佛教的一个精神，能够在那里为当地的孩子树立起一个千百年的希望。当地的不管是政府领导以及社会大众，还有小朋友，大家的内心都非常的感动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去透过画面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慈济人慈悲的脚印在新疆。刚才咱们去2003年2月24号，一场规模6.8的地震撼动了这群土砖楼房，家园毁坏，学校倒塌，孩子们被迫在帐篷里上课，在地板上练习写字。一家大小睡在地上，当时的气温-5度。慈济人从远方来，灾后第三天，一条温暖的台湾毛毯包裹着冻僵的脖子，还要盖2所学校，好让孩子们有个像样的教室。
算是他的弟子，因为他有眼睑的，有眼睑的问题的，眼睑问题对弟子不好，眼睑还弟子可能不是很好，所以他还是选择在原来这个地方，但是大概有往后移一下，往后移，他原来基地在那里，他基地还是要往上拉，他还是有天土的，他原来还是照原来的地形盖。2004年的尾声，两所学校落成启用。维吾尔族的孩子们穿上最鲜艳的衣服，舞着最热情的节奏，欢迎这一切。我是来自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的曾老师，你们可以称呼我曾老师。那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冬暖夏凉的教室呢，让你们能够安心的，然后快快乐乐的在这边呢读书。今天我也带来了哈我们这个全球的小朋友给大家的祝福哦，还有一份的关怀哦。香港那个拿的，一双双好奇、充满期待的眼神，盯着手上的铅笔盒。像打开宝藏一样仔细端详，每个盒子里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的汉字，孩子们不一定认得，不过仿佛心意相通，靠着这张卡片缩短了经纬度上的差距。拿到此铅笔盒后，学业能更精进，加油！怎么呢？你的朋友陈威璇。这是我的。迫不及待用这支笔画下感谢的心意。Мен бунун деген я тарышып гүнеп атан жаранды кадам。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啊，知道我的困难以后，为我赠送了这些学习用具，啊，我非常的感动。一支笔勾出了一串珍珠泪，滚烫而真挚，像天山来的水，丰饶磅礴。小手握着笔，画出一条线。此端是西域，彼端在台湾，一条线是一个盟约，说好了海角天涯不相忘。我们刚刚看到画面，虽然经历了地震灾后的伤痛，但是呢，也看到了希望的小学，希望的学校在那个地方已经都树立起来，而且更难得的是，看到了孩子因为接受到大家这一份的爱的关怀跟祝福，即使是一支的铅笔，即使是一张纸，但是来自于远方台湾的爱心，大家的内心都是感动满满，所以大家愿意发了这份的心，大家共同在这条学习的道路上努力学习而成长。其实学校即使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在当地也因为校长、老师们以及大家非常孩子们非常努力的用心学习之下，在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是一个示范的学校，而这样子示范的学校对于当地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种爱心的指标。不仅如此，在那个地方也可以说是荒漠一片，但是呢，在学校里面的绿化也做得相当的好，所以十年树人，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家多么的期待能够把真正的人文的教育、人生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在那个地方给树立起来。其实在整个大陆地区，我们所进行的这种教育的工程的部分，截至目前为止也已经超过了54所，每一所学校除了看到的都是硬体的建筑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是这一份的爱心的关怀跟呵护。因为毕竟不管是在台湾，不管在大陆，不管在世界各地，教育永远都是人类
社会的希望。所以上人在早上开示的时候也特别回顾起过去这一段，在新疆这么寒冷，距离这么的遥远，而且当地也因为盐碱啊还有各种援建的困难，但是因为有这份的爱，所以也克服了种种许多的障碍，能够把这份的爱能够树立在当地。所以上人也非常感恩，但慈济人这份永恒慈悲爱的足迹是步步的往前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上人的开始。历史的今天，那这个历史的今天呢，就是在2004年的12月9号，就是今天这一天呐、那就是慈济为新疆呢地震后的重建希望工程，两个学校啊，慈济呢在那里盖了两个学校。哇，这个因缘呐、要说从2003年的2月24号这一天呐、就是呢在白天的10点多啊，突然之间呐、在这样的新疆一个大地震。其实呢这一踏上啊所看到的呢真的实在是非常的凄惨呐、因为呢在那里冬天呐、是很冷啊，房屋倒塌了，无家可归了，老人家呢也是受不了啊，总是在那个大厅里那起灰白真的看的都是很凄凉。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吃了开始筹备救灾工作以外啦，就是他们的这样的这个学校希望工程啊也倒塌的不少所以啊我们就开始来来回回啊由高明善居士呢来负责了盖学校，有两个学校呢都是都个饼那当地呢也是穷的人还是很穷啊，看到了孩子呢他们要这个求学的心啊都是很殷切哪怕呢在零下在冬天零下的温度之下，他们呢还是搭了一个帐篷那就安尼在咧读书啦，那一种的风啊安尼这个雪一风有落雪嘛，啊个有风啊，可以想象呢多么的寒冷。可是孩子呢，受冻受寒啊，忍的这样的寒冻，他们还是上学，还是读书这实在是看得很不忍心。同时呢，孩子啊，他们的这个文具也缺呀、那一年呢，我们就向学校台湾那学校呢教联会啊，开始来劝募这个文具所以呢，那当地的看到了新闻报道，了解到了慈济为他们要盖学校，同时呢也要为他们来募文具台湾的孩子呢也那样的踊跃台湾的慈济人那样的关心哇孩子们很感恩他们呢就动员了人人写卡片来感恩台湾慈济的对他们的爱，
所以在2004年、哦、我们呢就开始，就是今天12月9号，希望工程完成了哈、哦，题目小学，还有呢江八尺慈济小学，就是两个学校，我们为他们呢启用典礼。那因为呢在那里啊，家长很感恩，当地的领导也很感动，感恩慈济人呐、啊，一所动时千所动啊，那一眼观时千眼观，这么多人呐、啊，只要一个人看到了，开始复议哈、哦，那不管是路都遥远呐、啊，还是呢可以走得到。不管他是多么的艰巨，我们的手也可以伸得出来。不管孩子的文具缺少，读书的建筑物倒塌，都可以呢做得到。所以呢，这都是有人有心就会有力量。总而言之啦，天天呐、啊。宏观天下，苦难的地方做不到，很不忍心，很悲戚。我们能走过的地方，能看到了，有这么多人发挥爱心啊，如冬天春阳，看到了有人接受到的呢，就如啊，在那样的春这个。冬天的暖阳中啊，这都是呢人间的温暖，好吧。总而言之呢，这种人生啊，能帮助人的每一天都是呢有历史哦。我们刚刚听到上人开示对于回顾过去新疆地震灾后慈济人这份爱的付出，就如同在冬天的暖阳一般。其实泰国世纪性的一个水灾，慈济人现在正在的脚步也一刻未曾停歇，在那个地方以工代赈，大家合心协力共同来清扫家园，其实也是相同。在冬天当中，在水灾当中，慈济人爱的足迹总是遍洒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落。祈愿天下和平，祈愿天下平安，人人都能够把这份爱心的付出洒落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们明天见。